在你心中，父亲是什么样子的？他总是很忙，他的爱总是无言，却总是默默地守护我们的小家。他的肩膀能扛起我，也能肩负起属于军人的那份责任。他会实现我很多愿望，他还会帮助更多小朋友保卫我们的国家。你可曾感知那些藏于时光，内敛无声却厚重如山的爱意？或威严，或深沉，或温和，或温柔，每一面都是父亲最好的样子。因为有父亲的守护，我们的东风快递才能使命必达。莫要在岁月的长河中奔波太久，才懂得父亲不曾明说的温柔。就现在，说一声。